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若点哈互相是到直线哦 x 哈，这个是 x 呢等于二分之一啊，这一条直线的最短距离是 a， 那最短距离就是这一段，所以这 a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二分之一呢减互三，或者互三减二分之一加绝对值，哦互三减二分之一。所以这个是三又二分之一，然后呢，点哈互三是到原点的距离，这个叫 v 啊。好，那 v 等于多少 ？v 的话哈，就等于根号多少呢？三的平方，啊加多少？加四的平方啊。这个是等于五啊。好，那么他问说，则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看 A 选项。A 选项，他说 A 小于呢 3.4 啊，这是 3.5 啦， 3.5 不会小于 3.4， 这错。B 选项啊 ，B 大于5，错 ，B 等于5。C 选项 ，A 大于 B 也错了啊，这个 3.5 不会大于5了。再我们看呢 D 选项 ，D 选项的话呢，他说 B 减 A 啊。b 减 a 小于 1.6， b 减 a 等于多少？五减三又二分之一的话，是一二分之一啦，哦，1.5啦，1.5小于 1.6， 这是对的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。